那心情非常的难过嘛。你看明天就是开始环岛了，他就一直转圈圈哦。啊，没有了，他就一站一站不断跑啊。我是刚刚六十站，那2011年10月12号，中安的中安站13:05，我还是2177次哦。今天北回站树林了，2011当天又10有太多个站了。已经有了28次的门禁站。那个树林八车将北回线上自学的，一用3012米，3010的皮蛋豆腐，同样红色带新痕迹，再来抽，准备进站。也泰鲁格跟3000。埃及是关闭上门了。我来查好吧。Oh yeah, 我的217跟我的3000型228次，217跟228。再见了，拜拜。217次在松安站，松安站十里哦，谢谢各位。如果小妹跟妈在吗？多多订我们大庄。然后大家228台会十一，看一下217，我记得是花莲。对，花莲发车准备向上树林，刚刚的泰鲁格之家已经有了228次哦。3010。你知道11月更可怕吗？海线我要去，啊，我也还要去争取我这一祝贺今年终于结束。这个啊，那下面干嘛？咱们都是给我们的照片，那自然就麻烦。